像我这么闲，爷，你复合了？爸，大家都是朋友，谈什么复合？是的，这个道理我懂了。其实早上我看你们俩在车子里有说有笑，哎，好像挺开心的吧？是很开心，他在社区啊买了栋房子。 特别请我过去看，还要我和他分享他的成就。<笑>他现在出现倒是时候啊。晚上我们要出去庆祝，狂欢一下。庆祝狂欢什么？很多事啊，反正啊，就是要去自我放松一下就对了。 老爸，有句心里的话，说出来以后，希望你不要嫌我。说真的，你跟于国庆在一起，老爸还真是不放心。爸，我都已经老大不小了，您成天要担心这个，担心那个，你到底要我怎么做，才会让你放心呢？不是，老妈的意思是。 希望你好好的学学，怎么样的保护自己？因为你真是太单纯、太善良，你知不知道这个社会有多险恶？那你对人的心了解如何呢？你对冯子明心肠有加，赞不绝口，结果呢？ 他只不过是玩弄别人感情的棋棍。你对我每一件事情都要参与，都要掌握，才能保护我。结果呢？简直是令我无地自容。冯子云和孙小人，他们根本还相爱。 我不过是他感情空档时的玩伴。
现在想一想，郭庆也没有什么不好，至少他未婚，没有纠缠不清的关系。他的感情清清楚楚，他的企图清清楚楚，他清楚他要什么，不要什么。跟他在一起有什么不好？你又有什么不放心的？女儿，如果你真是觉得这样的话，爸爸也没什么话好说。从现在开始，你跟国庆的事情，爸爸绝对不再说什么。不过，老爸希望你记得一件事情：婚姻它是一辈子的事，绝对不能够因为一念之差而结合，因为这种结合是不可能白头偕老的。不管你是义气的也好，真心的也好，所以在交往之前要彻底的了解对方的品格，千万千万要保持一种保守的态度啊。爸，你不吃啊？你先吃，我去冲个澡下来再吃。先生，可以上菜了。啊，你不介意吧？过去我不都是这样吗？你永远有做不完的实验，写不完的报告。我们两个相约用餐，迟到的永远都是你。虽然我每次都先把餐点好，等你来吃个现成的。好熟悉的情景。没想到我们还能够重温旧梦。这家餐厅你还满意吗？你这么慎重请我到这么高雅的地方吃饭是为什么？我请客，你出钱呢。别忘了，我现在是靠你的赡养费过日子的。你跟昨天简直是判若两人。你既然不愿意见我，又躲着我，为什么主动请我吃饭？原因有很多。
有歉意，有谢意，还有欢迎之意。Cheers。你怎么了？啊，没什么，可能太久没有喝酒了，有一点反胃。太久没喝了。这种佐证米糊是你最喜欢喝的。人不一定要永远一成不变吗？是。世界上没有永远不变的东西。正理，谢谢你的善心。你怎么了，子明？其实我今天约你，主要是因为我想怎么样？我想跟你定一个君子协定。什么叫君子协定？难道我们离婚协议书没有任何的法律效力吗？我是真的很认真的在跟你谈论这个话题，如果你没有诚意的话，那么这顿晚餐就等于是我们最后的晚餐，今晚之后我们形同陌路，各奔东西。如果我有诚意了，那么请你聆听我的告白之后，你要遵守这个协定。我洗耳恭听。你相不相信我一个人待在台湾是为了自我的成长？什么叫自我成长？你要的是什么样的成长？难道一定要脱离情爱，脱离家庭，才能够找到成长的空间吗？我自小在优渥的环境长大，父母兄长对我疼爱有加，从来没有让我吃过苦。嫁给你那几年，我尽量让自己成为一个尽职的家庭主妇，可是在你的呵护下，我总觉得自己没有自我，直到遇到纯德。他给了你自我，他让你成长，至少他让我勇敢地去面对这一切。如果不是他，我可能永远也没有勇气去面对这个残酷的事实。该跟你订协定的是李纯的吗？不是我。子明，请你听我把话说完。没错，我是跟纯的做了个协定，我暂时离开他，他让我回到台湾，我请他给我半年的时间，让我仔细的想一想，我到底该何去何从。他怎么那么放心呢？他应该知道你的家人全部在台湾。因为他知道台湾有你。所以，我必须跟你做一个相同的协定，请你尊重我的决定。如果你对我还有一丝在乎，还有一丝关怀，就请你这半年之内不要来找我，也不要跟我见面。如果你违反约定的话，我会搬到一个让你永远都找不到我的地方。变得让人难以琢磨。你既然不排斥我对你的关心，
为什么刻意逃避？你到底在躲什么？到底发生什么事？你的家人全部在台湾，就算我们已经离婚，在道义上我都应该照顾你的。够了！我说的还不够清楚吗？我不要我身边的男人动不动就像护花使者一样来照顾我，我要学着自己照顾自己，我自己的事情我要自己处理。子明，你给我一点我自己的空间，行不行啊？半年以后呢？李存德跟我，谁会窃贫中选？你不要这么想嘛。也许半年以后，我会给你一个全新的孙小兰。只要半年，只要半年你不来找我，我们不见面，我相信我们的未来会是很美好的。不能见面，总可以打打电话，或者是写写信。我们就这么说定了。如果你违反约定的话，我们肯定永无见面之日。快别这么说。你也这么忌讳吗？人生无常，世事难料。未来的事，谁也很难说的。怎么样？觉得怎么？还喜欢吗？蛮高雅的。价钱蛮贵的哦。谢谢。你怎么也想不到？我们会在这儿遇到熟人呢，那和冯子明在一块的女人会是谁呢？你为什么自己不去问问他？也该去打个招呼啊，适配一下。子明兄，这么巧啊，在这儿碰到你。难得难得啊！这位美丽的小姐是？这位是？我叫孙小兰。孙小兰？我是子明的前妻。哎呀，真是难得啊！孙小姐幸会了。子明啊，不好意思让如芳久等啊。孙小姐，祝你们两位
享受一顿丰富而又愉快的晚餐。子明兄，恭喜你了，上篇了。冯子明和他前妻复合了，你没有忘记恭喜他吧？哦，当然值得恭喜了，还要恭喜我啊！我这样少了个劲敌，我们就可以各得其所了。来，我敬你。我也敬你。好酒量啊！不是说好要好好疯狂一下吗？对，值得疯狂一下。是他选对地方，还是我选错地方？碰到我们，他好像特别高兴。来，让我们祝天下有情人都能终成眷属。我要走了。什么？要临阵脱逃啊？不是说好了要来一次勇敢的疯狂之旅吗？我不喜欢，这也跟市场一样，太乱了。哎，我的小姐啊，这不叫乱，这叫无拘无束。你别小看这些人呐、他可是各行各业的佼佼者，到这儿来呢，是为了疏解工作压力，是为了 relax。走，我们到那说说。试试看吧，不难喝、不要被这 lime 的味道骗了啊！这里面呢有酒精浓度42%，谢了。再试试看这个，怎么样？不错，连续两个不错，可以敬我一杯了吧？没问题，敬你。来。你为什么？深水炸弹，我先干为敬了。朱芳啊，你喝一就好，不用干杯了。哈。子凡，好酒量，好酒量。子凡，你没事吧？啊？没。你刚干了一杯了，子凡。哎，如芳，如芳，如芳。谢谢你送我回来。谢谢你邀请我这么一顿丰富的晚餐。
你一定要这么客套吗？是你先谢我的。从明天开始，这个地方你就不能来了。我骑在这别的地方不骑了。我要下车了。哎，等等。什么协定还未交代？你难道不恨我？我曾经伤你伤得那么深，恨。当然狠，但是因为你的坦白，我的恨意已经逐渐的减退。只要没有欺骗，一切都值得原谅的。这是我的原则。这里风大，进去吧。
妨，我岂能错失这个得到你的机会？吃饭去了，那到现在还没回来。那我也没有国际的电话号码，我也不知道怎么跟他联络呀。在餐厅的时候，我还遇到他们了。啊，真的？他们比我先走，照道理说应该已经回家了。哎，子明啊，那个国庆会把如芳带到哪里去嘛？怎么？你别乱猜。如芳这么大了，你还怕国庆会对她？哎，我当然怕，我当然怕了。子明啊，这个时候是女孩子最吃亏啊。再说这如芳情绪这两天怪得很，他会不会做傻事啊？怎么不？你的心脏负荷不了这么大压力呢。你先坐下来，我来扣国庆，你喜欢带如芳去夜游呢？哎，子明啊，哎，我不管他是夜游还是游夜，他昨天给我打个电话嘛，你说对不对啊？子明啊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吧？他可能关机了。什么？关机了？子明啊，他为什么要关机啊？他是不是做了见不得人的事？怕人家打搅是不是嘛？老郭，你先别着急，我来问他下电话好了。如芳，没有一个女人能如此吸引我。你优雅的气质，高挑的身材，美丽的容光，深深吸引着我。别怪我，别怪我。谁能爱你比我深？感情不能两头分。如芳，没有一个女人能如此吸引我。
你优雅的气质，高挑的身材，美丽的容貌，深深吸引着我。别怪我。你不舒服，你想吐，我去拿垃圾桶。怎么样？时间也太晚了，我看我还是回去等好了。说不定如芳已经回来了呢。明儿还要上班，早点睡。我走了。怎么了？如果有如芳的消息，不管多晚，请你打个电话给我。好，谢谢你。来，我送。你不要送，我自己会走。早点睡吧。啊，晚安。我记不着十八米，我于国庆什么时候沦落到为你们做事了？谢谢你。
有什么事叫我，我在外面睡。晚安。怎么不？如凤回来没有？哎，子明啊，我不敢确定啊，你等会儿我去看看啊。女儿，女儿，子明啊，她没有回来。真是奇怪的这丫头，哎，她彻夜不回来，也不打个电话，这还是第一次啊。真是胆子越来越大，我看，哎，他不是想把我给急死，就是想把我给气死了。这丫头，怎么不？你别生气，我到医院会找易国清问清楚的。你怎么了？我，没事没事。这两天呢，我感觉到好像肠胃不太舒服，奇怪。怎么样？你放心好了啊。你放心去上班，哎，那如芳回来我会问她怎么回事的。郑峰，你千万别生气啊！好，拜拜。你还知道回来？爸，早。你到哪儿去了？一个晚上不回来，你都不知道打个电话给我。我。嗯。我。
妈真是酒味儿。我喝了一点酒。然后呢？然后到同学家聊天。哪个同学家？是周秀如家。真的？爸，我干嘛骗你？你今天怎么了？东元突然昏迷，令如芳错愕万分。东元会有生命的危险吗？小兰子明协定半年内不再碰面，这期间子明是否会发现小兰隐藏的一切秘密呢？愿爱你那么深，爱你一生不后悔，一辈子守在你身边，不要错过你的爱，它不能分给任何人，爱你一生不后悔，两颗心永远